我就回应哈，我们的家园有些时候会很有问题的啊，因为他们不是信耶稣的，有些时候他们信耶稣，但他们生命里面还是有不同的问题。这个是世界上的确有的情况，就是说我们周围的人都有很多罪，所以我刚才说，罪人的垃圾不要放在身上，这个人不是垃圾。但他的话是垃圾，他的行为是垃圾，我们放在心上就被影响了。所以，我们尽量，他们一边对我们不好的时候，我们就处理了，我们就处理，就说啊，这是因为他有罪，因为他被罪影响，他被人伤害，所以他会伤害我。当我越细想他的不好的话。我放在心上，我的心里面就会继续有伤害，我的生命就继续痛苦，所以我就选择思想神的恩典。神是爱我的，神是祝福我的，神是加力量给我的，神是很多恩典的，神曾经帮助我。这些不好的东西，我们每个人都有遇见的，周围的人有不好的东西啊。这个第一是我们处理里面不被它影响。啊，不被他伤害，尽量宣告神是爱我的，我是宝贵的。思想神曾经怎样祝福我们，我们就因为神的祝福而喜乐而平安，啊，就不将这些垃圾放在身上。好了，然后帮助他怎么样呢？这个我们需要分辨，有些人是不能帮助的，帮助不了的，他们不会改变，因为他们的引力太强了。不能改变。这些人你劝他也没有用，你发觉你劝他，他就骂你。可能处理的方法就是对他好，关心他。可能有一天你的柔和改变他，也用柔和的方法回应他的攻击。他说什么话是不对的但你也说好的，我留意，尽量去做我留意到了谢谢你，谢谢你用柔和的方法也不能改变。有些人可以有可能改变的，我们就用柔和的方法，用提问的方法。你觉得我们怎样沟通更好了？你觉得我也可以告诉他们当你说正面的话的时候，我会更有力量的，我会更开心，我就会做得更好的。这样的话，就这个处理方面，去有些人是可以处理，有些人是不能处理的。